这次的考试是和我打，接着。鬼妻，你这不欺负人吗？那怎么了？校长的安排可都是为了我们好。你看看妖刀子，好可爱。喂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鬼妻，你看，你说世界上有没有和这里不一样的快乐生活呢？ 什么不一样？说什么坏话呢？哎呀！跟不上进度的人要接受惩罚。哎，又多了几分退学申请啊！袁校长不用为了这种事烦心，那些家伙本来就不适合这里。不管怎样，你还有我们。不好了，妖刀姬离校出走了！你胡说！ 我去把妖刀姬找回来。你真的要走吗？你不说话，就是默认了。那就最后再比试一番吧。难道袁氏幼儿园的教育真的出问题了吗？大蛇同学。 我说过好几次了，不要总赖在校长办公室里不走。别这么说嘛，袁校长，我可是有一个能够壮大袁氏幼儿园的好计划。说。首先，我要挑几枚好用的棋子。